开始了，好，开始了，好。应该这样打吧，这样打。那我应该调高一点。我就会按不到。看看他淡定的样子。来看一下玩游戏的人的视角，来看一下，没有看到我吧？没有，可能一点点而已，但可以看得出你技术高超。屁呀！我左手超难动的。啊，十八年，啊，你这十八年。你这样看得到也是蛮神奇的。还看得到按键的位置。三十级 combo 是吧？很烂，超烂，他被我吓跑了。不会，他继续打得很输。他只是翻面换成看你打游戏。他不懂这游戏的魅力。躺得很舒服的样子，看一下猫现在的视角，嗯，非常完美，是，技术很棒。换猫来一次吧，他怎么打？好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Over。